位早晨。立法會港島區補選今日舉行，投票已經在朝早嘅7:30開始咗，到夜晚10:30完結噶。我哋記者鄭思婷咧，依家就喺半山嘅投票站。早晨啊，思婷，咁早有選民出嚟投票未啦？是早晨，嘉怡，票站都運作了有半個鐘了，見到選民都陸續已經係嚟到呢度投票。咁我嚟到半山高主教書院的票站呢度嘅時候，都發現到有啲特別地方喎。咁係乜嘢咧？帶大家睇下啦。大家可以看到地下上面咧貼咗嘅黃色格仔的不准逗留區啦。咁其實比起上個月18號區議會選舉嘅時候咧，呢個不准逗留區咧係足足長咗有10米咁多噶。咁我就問過票站主任點解會咁樣啦？佢話因為上次咧區議會選舉嘅時候曾經發生過一啲嘅示威請願啦，咁就騷擾咗一啲嘅投票嘅人士。咁為咗改善秩序咧，所以今次決定咧就將嗰個不准逗留區咧係延長一啲噶。咁又除咗係巴士站嘅範圍之外咧，附近一大範圍咧都已經貼上咗呢一啲嘅格仔噶啦。咁又講翻啦，陣間9:00嘅時候咧，行政長官曾蔭權咧就會嚟到呢一度投票噶啦。呢個票站咧就會為7,500多名合資格嘅選民咧係處理佢哋嘅投票。其實除了行政長官曾蔭權之外，包括了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和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等的官員也是會投票的。票站就會在夜晚10:30就會是截止投票的了。到時部分的票站就會轉成了一個的點票站。選舉主任就會在凌晨的1:00和2:30就會公布兩次臨時的點票結果。在這裡報道那麼多了，交回給周嘉怡先。好，謝謝。本台會繼續跟進住立法會港島區補選的最新消息，朝早的9:59會有另外一節報導，請留意。